我们正在越过阿凯山脉，即将从云海脱离。前方空域没有异常。护航任务目前一切顺利。执行官，我们快的。遭遇敌袭，方位1、2、9，物警，确认敌方信息。敌机型号不明，没有识别代码。执行官，申请战斗授权。艾塔链接启动，防护完成。优先清理附近敌人，不仅守住侧翼。收到。操控摇，点击普攻，目标已开启巨值立场。进，巨值立场击破。点击使用固有技能，连击记录还在保持。致命一击，积分到手。执行官，所有的侵略者都该死，这是黄泉的诅咒。冲动完毕，只有你的毁灭才能平息斯塔林的愤怒。那什么，小心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执行官，你还好吗？我是第九协约同飞船遇袭中，不用担心，附近敌人所斯蒂卡说杜伊斯官已经客套话就免了。他在明白，我们会继续吸引火力，确保飞船安全。我必须一直前进。漂亮。各位，继续进攻。近战实体武器，可穿。这是为了全人类。哇，总算结束了。发现敌方主力机群。猎者哟，太好了，嘿嘿，刚好赶上。那么我必须一直前进。
高悬艾塔可抵御敌人伤害，点击使用铃兰的终极技能，这就是武士。你无路可逃，四个战术点，哼，你无路可逃，强敌在哪儿？尽管放马过来，这就是武士。指挥作战的话，我还是木槿。虽然干得那么，大家立刻返回飞船，总算结束了。执行官，请再坚持一下。的威胁，诺亚以空间殖民的伪装在赤道上空建造天穹巨型环带，其真面目却是指向全球的超级兵器。我们拼尽全力最终摧毁天穹，但地表污染，陆地沉没，无数生命随之消失。如今诺亚再度卷土重来，天穹的阴影依旧笼罩，没人能确定他会不会再度苏醒？他们是同步者，拥有支配艾塔的能力。他们的力量，也许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请带领他们，向诺亚发起反击。现在，请执行官前往一号停机坪。新一批物资刚刚运达，需要您的签收。霍金前来报道。对了，执行官，路易斯在哪儿？搭载了能覆灭一个军团的。知道在里海冰系中穿梭的巨兽吗？没人见过他的样貌，因为遇见他的人都葬身在了海底。配置，就算再强的敌人也不用担心。
以双足步行机械的效率来说，看起来还算可靠。我更习惯是和您一起战斗，是我的荣幸。对付这种敌人，也我必须一直前进。很好，解答成功了。斯蒂卡机器兽强化程序激活，全员进攻。写作战报告。哎，饶了我吧。机器没有生命，哼，只有蠢货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进入战区，作战开始。吞噬吧。机会都不会拥有，连击记录还在保持。作战成功，这样简单的任务，以后就不要叫我了。最近我在学习。作战完成，难度并不是很高。要上了，敌人在哪儿？我必须一直前进。电击能量迁移开始，连击记录还在保持。哇，总算结束了。
这里的地形很适合进行穿越运动。我将化为深海之刃。就快成功了。集中火力，水无常形，就快成功了，正中靶心。离星辰大海又近了一点。